好，我是熊，今天要玩的是底特律变人，这个恐怖的小女孩是这个，应该是我现在应该是机器人吧，所以这小女孩应该是在看我的小朋友吧，我觉得啊，哎，真的耶，This is the top of the range household这小assistant. 女孩It cooks 10,000 different dishes. Come on, Zoe, let's go. 然后她叫蝼蚁，让我想到《恶灵古堡》。七还是八的女主角的蝼蚁跟她有关系吗？哇，好多机型啊！拿出看一看。How much did you say it cost? At the moment, we're doing a special 七九 promotion on 九 this 九，entire range. 美金 I've got 好贵哦！咦，那个是不是丹尼尔？With a 48 很远的 months 那一个，interest-free credit. 很像你。And it comes with a 2-year warranty. All the work around the house. Painting, plumbing, gardening, repairs. 那里好多那个、At night, it switches.商店吗？应该是吧，我觉得。Or if it detects smoke. Excuse me, how much is that one over there? The NP800 is slightly more expensive, but it has many other functions. 那我现在是要被人家买回家的意思吗？There it is. It's a bit difficult getting it back in working order. 我可以不要。Really messed up. 对，我是原本是他的。The car hit it. Stupid accident.所以我是被车撞后，然后修好的意思吗？Except that we had to reset it, meaning we had to wipe its memory. I hope you don't mind. It'll be fine. Okay. 啊，我的主人 Give it a name. 这个人吗？看起来很没有想跟他回去。Register your name. A 400. Kara. 哦，我的名字是卡拉。My name is Kara. 这就是那个仿生人的主角，叫卡拉。这个片头不错，因为我现在是那个男生的那个帮佣的概念，对不对？可是我被坏，虽然我之前坏过一次，哇，好漂亮哦！还有那个那个三角形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遥控飞机的，那个。叫那个什么啊？那个啊，就是无人遥控飞机吧，类似那种概念。卡拉好正哦，好漂亮哦。有时候这样子会让人家觉得是不是真的这个地方，因为它做的好像。又是下雨，最讨厌下雨天，下雨天不好，还不好自己。不过这个作品的前作《暴雨杀机》跟《两个灵魂》好像，《两个灵魂》是没有都在下雨天、啊，而《暴雨杀机》就是在下雨天发生的命案，所以它就是都在下雨。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里看到有雨的场景，我都会想到之前玩的《暴雨杀》。我觉得那款游戏也很棒。哎，回家喽！咦？我回家。哎，不一样的人影。第三位仿生人。小女孩，我都在想到是不是刚刚那个卡拉那个小女孩，可是她没有给我看到脸，我不知道长什么样。这次是要去贝里尼颜料店，她去领东西吧。不知道有没有得互动？哎、有有有，阅读阅读。哎，但我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花了一段时间。设计出人类能够轻易接受的仿生人对他的挑战，然后，然后我觉得那个仿生人还不错，然后还有两个性别，然后有漂亮的音色，反正就是模仿人类，模仿的很像就是，然后气候变迁加速，嗯。
东西就不用念了啦，你们就自己慢慢看啦，对吧、啊？然后我大概看一下就好，对，嗯，我们这个应该也是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吧？对啊，好，放着吧。哎，那个老人跟那个佣人农妓的，我想说看他们跟他对话哎。哦，我想去那个公园逛逛，可不可以进去啊？嗯，哎，有人在跑步，啊，好像都不能互动。哎，不能进去，为什么？你那个仿真人带小孩哎，好酷哦！我会有时候我会一直按那个搜寻，就想说看有没有东西。自由。哇、哦，他怎么这样丢啊？那仿真人又不是那个，他帮你摔那个，有点。哦，一顿一顿，我快，你拿走。哇、哦，这里好漂亮哦，很棒的感觉。那一群人站在那边是要上公车吗？所以底特人的要坐公车都要在那边。哦，开一下车，不能互动，他好像都不能互动哎、欸，飞他们坐那么大，然后不能玩，可惜还是因为只是刚开始。哦，刚刚你的开车门可以去吗？有，你怎么开门直接坐我反正很强的那个不错。哎、欸，这边都不能互动哦，这好可惜哦，这个好漂亮哦，好念，为什么？那警察贝贝呢？警察贝贝，你们理我吗？不会，都不会，都没有东西。我扫扫，什么都没有。你有个老贝贝坐在那。哎。上面英文是写什么啊？嗯，我算是工作之类的吗？啊，不管，忘记住了。哦，那什么哇，太酷了！哎、欸，要帮他捡手机，是他的吗？他的仿真人吗？哦，有了有了，前面有一个胖胖的演讲者，他这么愤怒就什么？他又想要说什么啊？怎么这么恶魔？过分呢！你最好知道我是谁呀、啊？我去吃大便。怎么有这么讨厌的人？哎、欸，某种程度上，仿真也是帮了这里人很多忙。就是你看，很多扫地啊，那个他们去做啊，对。气氛都是好吧，他经过人之后都会闪，就是这样，肩膀这样晃，就是哎、欸，那叫什么？就是闪过的感觉。可是电影院吗？我还想说会不会有我们看过的电影，然后好像没有，他不能进去。哎呦，那都不能互动啊，讨厌！哎、欸，我看到我要去那个地方，那我先等一下再去看看。啊，这里是等公车，然后上面有那个能量库，哎，这里也有人，可以再过去吗？哎、欸，不行哎、欸，什么？讨厌！你刚刚是你叫我吗？嗯，啊，又没事，吧、啊？我觉得我画面真的好晃哦。没关系啊，走进去了。哦，这里好棒。真的会看着我哎、欸，我以为他只会直直看向前方哎、欸，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互动。我有了这个 identification verified。为什么我觉得他这个角度看不到他头上的圆圈圈？对，那他应该是仿真人才对啊。That will be $63.99。他付钱了。Please confirm payment。哦，他是用圆环付钱哦，这么酷。Payment confirmed。Transaction complete. 哎呀，好帅哦！这是什么啊？颜料吗？嗯，你把它包装的好漂亮哦。没有东西吗？真的都没有吗？
搭公车回家，好吧，我们去搭公车，走走，搭公车，开门。爸爸，哎，啊，我可以切换视角角度，咦，有有有，好，有，去晃来晃去。好多柜子里面都是仿生人哦，他们都进来互动，好可惜哦。接下来要搭公车回家，好，50公尺。这个看板能搭吗？好像也没有办法，好吧。啊，手机进瞬间，不想靠近，好恐怖哦。咦，你怎么在草地？太可怕，感觉就是接近那边会有危险，我不要靠过去。第一个人感觉很恐怖，什么都没有得互动，然后啊，感觉就是一个很大间卖仿生人的地方，外面超多只的。哦，型号都是 AP700。为什么光 AP700就这么多样子？公平，为什么？好多只哎、欸！为什么等看这一只啊？他们好吵啊！我们不去工作，找工作在那边抗议什么东西的？是丹尼尔吧？下一代 AP700。诶、欸？啊，刚刚那个女生是不是之前康纳在他家看到的那个爸爸要订的那个 AP700 啊？哇，很像对不对？是他对不对？好像哦。我可以进去吗？哎，我怎么不进去？我想进去玩、啊。哎，因为里面的那个型号好像就更厉害。这里还有 AP700，满满的 AP700。这是比较帅的丹尼尔。是服装不一样，还是刚刚也服装不一样？我忘了。都不错哎、欸，长得还蛮不错的，这次很用心。哎、欸，过不去，那好吧，我要去搭公车回家。回家了，回家了。这里对。那个是公车，为什么他等公车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大家都是平行的那个等公车的地方，他是面向车子。哦，走走走！不是，我觉得好像没有司机啊。哦，为什么我们只能坐在后面？站在后面？我也想要坐前面啊，其他人的脸都不太会动，应该是只有主角的脸部比较生动。去哪里了？你？就这样哦。那我刚刚。玩卡拉，然后接下来是玩一个另外一个机器人，然后就这样。它好像很单一线的，就直直走。然后有3个、4个没有那个，就这样。这太短了吧？太短了吧？好啦，大部分都还蛮高的，就大概大家玩的结局。那就玩到这，喜欢这部影片记得按下喜欢，并订阅千鸟声频道。大家拜拜。